嗨，大家好，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，因为工作的原因呢，没有时间出去拍摄。现在呢，孩子放假了，我也有时间了，带孩子出来逛逛超市。孩子要吃这个小芒果，14.9一斤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水果的价格，真的是非常的高。然后我们再买一点那个梨，我看孩子的嗓子有点哑，你做一个冰糖雪梨喝一下。买这个砀山的梨，2.9一斤。不知道你们那边的现在水果价格怎么样，但是上海这边的话，目前的话看一下水果的价格还是蛮高的。香蕉4.58一斤。然后再买一点米吧，生活必用品多买一点放家里边备起来。2.9毛9。大米价格没涨，还是这样。最近呀，涨得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呀，这个蔬菜的价格真的是，哎呀，快吃不起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蔬菜，生菜6.58。这个最便宜应该属于菠菜，5.98一斤。因为上海出现这个疫情了，所以我决定还是多买一点菜放在家里边备起来，尽量就是少带孩子出门吧，安全第一嘛。来看一下，买点啥蔬菜能放的时间久一点的。这个价格看下去，最便宜的也就是这个芹菜，特价3.58一斤，莴笋3.98，其他的都是很贵的，4-5一斤。今年这个辣椒是一个价位呀，都8-9一斤。大白菜这边的大白菜呢是1.48一斤，我前天在菜市场买的是2一斤，大白菜的价格涨得真的是一路狂涨啊，跟大葱差不多。买点茄子，茄子能多放一点，然后西兰花、花菜什么的。我不是说的你两个在那等我一下吗？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看一下这辣椒，11.58，9.98，最便宜就是这个菜椒，6.98一斤。